头发好乱啊，乱七八糟的感觉。嗯，那个什么，我是本场健康主播啊，然后我叫小伊娜，欢迎大家来到全网既有颜值又专业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呢，喜欢主播的可以在这里，勾一勾，勾一勾直播室通知一二一号和二号麦序，然后或者。在这里勾一勾，然后手机用户的话在左上角的那个爱心点一点，然后我们在这里 QQQ， 然后我们在这下面就是点点心打打卡啊，等会儿好吧，然后预约一下这里的五星五笑翻天还有武林争霸赛的半决赛。什么在这里抠一抠啊，在这里不跟你们了，闹不明白啊，我发现跟你们永远都闹不明白。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哦。我们跳什么，哎呀，跳一个这个吧，记得点关注哦。Get away, 天涯那边真心那草地才给 get away， 小姐要见吗，那浓墨
刘海一定是疯了。谢谢刚刚这个紫霞大哥啊，紫霞大哥，你这个星星不要十个十个的送啊，你这个十个十个星星送的好亏啊，大哥，亏死了你！来啊，打扰了啊，紫霞大姐，你是小姐姐是吧？谢谢紫霞哥哥，好，谢谢紫霞小姐，看好再说。这不显示男女，知道吗？就是压根就不显示。大姐呆着了，那你到底是什么嘛？喜欢主播点一下一号麦二号麦的关注啊！高中生，好，谢谢小姐姐，谢谢小哥哥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点点心，打打卡，人家是小姐姐，好吧，我的错。谢谢小姐姐，然后预约一下这里的五星无限爱饭店，还有武林争霸赛半决赛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星星要66的送，如果你是要抽奖的话，你就66往上以上送，你往下边的话它是没有抽奖券的。好姐姐，我也是高中生啊。宝贝，希望你的决定不再有人反对，就像你希望可以满满一夜好睡，在一起啊，他们那么宝贵，在一起的我看一下找个什么。这是28的体会，将来某一天我也会成为人父。那谁是老姐姐啊？这歌怎么那么小啊？记得点点关注，打打心哦。不要揭穿我啊！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真的很烦人呢。哎呦，点关注，点关注。
哥，欢迎新进的小哥哥。在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欢迎新进的小哥，欢迎大家去挽救颜值专业的我的频道。我是本场主播新郎小姨娜，然后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一号麦和二号麦的麦序，然后勾一个关注，然后可以在这点点新的来卡，在这边预约一下五熊十二翻天还有武林芝麻赛半决赛。都没有挡什么挡，没有也要挡啊，谁说没有就不能挡了，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要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家都看不见所以要挡。我都看见了，你说没有。我看一下，最后一个是不是啊？Do you remember? You remember? Remember what you said? No, that cannot. Hit 一下关注，点一下关注，等一下还有一个麦序，点一下关注，拜拜。Oh, dear.